刚刚就变色说，等一下，星星，我就是要吃那么多，我要吃，然后一直吃，一直吃。你说今天这个吻戏是你的荧幕初吻，我是前辈吗？前辈的准备就是吃臭豆腐。对啊，他今天晚餐的时候给我吃个臭豆腐，而且你知道你刚刚在这边说你要吃臭豆腐，刚刚那边我就。你有听到吗？真的吗？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卖肉也卖肉直播新秀猪肉汤王子阿成，又来到我们粉红色时光的幕后花絮时间。喜欢粉红色时光的观众朋友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开始看花絮。然后不是讲说我们俩这次搞对吗？干嘛？对，手就上来啦，我一摇不起，自然的就上来。当自由。好了，我认识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小。厉害！有后吻戏吗？可以，可以后吻戏。紧张吗？不要怕，来，我来找姐姐。我跟你讲，吻戏怎么演，就直接亲，都不要考虑，就碰下去。当导演亲我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潜规则。我示范一次给你看，来。来，你当赵雨桐。你就很自然就。哦。要上来了。是不是一直想亲导演很久了？没反应就这么自然。哎呀！大好出来，来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不可以偷伸舌头哦。我不可以偷伸舌头。我不好意思说。如果你们要伸舌头，告诉我。然后我真的要跟燕宇说对不起，因为你如果伸舌头的话，你会非常挫折。因为我刚晚餐不好吃了一块臭豆腐。那没有问题啊，那就换地啊。我刚刚自己听干净。燕宇不要紧张，会紧张吗？不会，不会。是吗？你发誓。经验丰富。真的假的？没。我们两个真的。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因为我又夺去了一名黑人的荧幕初吻。拍摄前很紧张吗？其实不会，就没有想那么多，因为我说不行，我是专业。那拍完戏要玩吗？就是过了人生一大关卡，就是我不知道了，就好像是一个画下了一个心理程碑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我是前辈吗？前辈的准备就是吃臭豆腐。哪一？对啊，他今天晚餐的时候给我吃个臭豆腐。但是没有味道，不是这女神就是不是我吃的东西全都是香的，不是因为我今天就是过得太开心了，我忘记我们等一下拍吻戏。而且你知道你刚刚在这边说你要吃臭豆腐，刚在那边我就你有听到吗？真的？对不起，没有放饭的时候想说我好想吃一块，然后我完全忘记我要拍吻戏，然后就跟阿姐说可以给我一块臭豆腐吗？就是吃完饭补妆要拍戏的时候，马上发现我刚刚失策了，所以我就马上一直狂吞凉糖，整罐凉糖都吞完了。但我跟你讲，他不只吃臭豆腐，还吃便当、蛋卷、洋芋片。你可以不要跟这个，你可以，你可以闭嘴哦。那个剪掉哦，我没有吃零食哦，我也没有吃蛋卷，也没有吃饼干。他刚刚就变色说，等一下，星星，我就是要吃那么多，我要吃，然后一直吃，一直吃。吴彦璇，你想要吃拳头吗？OK， 大家还满意我们今天的幕后花絮吗？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持续锁定粉丝专页，感谢各位的支持，我们下次见。